大家好，我是爱元神，我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 2.7 到 3.1 卡池曝光星期日绑定知更鸟。三位星女角色太香了， 2.6 减 2.7 轮梅流萤复刻，黄泉延期召唤体系来袭，警员起飞，星穹铁刀 2.5 卡池已经越来越近，新五星角色灵杀和 2.6 卡池的新五星角色乱破也即将登场，各位开拓者们的星穹是不是也都已经等不及了呢？除了两位女角色即将 up 外，2.6 到 2.7 后续卡池角色等相关消息一起来看看吧。首先就是有关于 2.6 卡池的相关消息了。 2.6 卡池的新五星角色乱破官方也早就公布，复刻角色的话，就网传的最新消息来看，大概率是沙金、刃、软梅这三位五星角色复刻。其实按照复刻时长来看的话，沙金和黄泉这两位匹诺康尼的五星角色也是最快复刻的。不过提及黄泉，目前说法较多的是 3.0 版本之前应该是不会复刻了。而说起后续的 2.7 卡池，两位新五星角色分别是星期日、 SP 停云。目前已知的是星期日是五星虚数同邪， SP 停云是火虚无。有关于两位新五星角色的定位说法也是比较多的，不过也都没有实锤。尤其是 SP 停云，之前提到是刘银超击破队的售后专辅，现在来看的话貌似可能进道子队，变化还是比较大的。星期日的话则是说和召唤体系有关，利好于警员，就是不知道消息的可信度怎么样了。至于 2.7 卡时复刻角色登场的安排，目前也就刘银、波提欧这两位五星角色复刻的概率较大，云离、娇秋、飞霄这几位近期登场的新五星角色起码得等到 3.0 版本及以后了。倒是黄泉如果真 3.0 以后复刻的话，真就被雪藏了。当然了，毕竟是网传的消息，版本跨度大，保不保真就不知道了。各位开拓者们还需理性观看哈。星穹铁刀 2.6 卡池越来越近，新角色乱破也即将登场，各位开拓者们是不是也都已经等不及了呢？而说起 2.6 版本的前瞻直播，预计在 10.11 日的晚上 7.30 左右和大家见面，到时候也会有300星穹兑换码的奖励，届时也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领取。而说起 2.7 卡池角色登场的安排，大概率就是星期日和停云望归人这两位了。其中星期日目前看来机制应该和召唤物有关，还是个单拐角色，知更鸟是寻拐，两位角色目前的消息来看是可以组队的，不过辅助二次转化属性应该基本不太可能，应该不是死绑知更鸟，大概率是配对，星期日更像是大停云。除此之外就是最近提及较多的两位新五星角色阿格利亚和 SP 停云了。两位新角色据说都会在 3.0 版本登场，其中阿格利亚是五星城女兵毁灭， SP 黑塔是五星城女兵致死，技能机制的话目前未知，据说在 3.0 版本召唤体系也会登场，感兴趣的开拓者们但是可以期待一下后续的相关消息。至于早期版本中提到的新角色罗斯古姆，因这两位角色就目前的相关消息来看，罗斯古姆大概率是升星成功了，定位是虚数至实，因的体型类似于停云，定位是冰巡猎，不过看这样子起码也得 3.1 级以后才能登场了。当然了，版本跨度大，虽然都有变动的可能性，各位开拓者们还需理性观看哈。